今次咧，我哋嚟到 Nerd Union， 當然咧就係、是、一啲新嘅搞作啦嚇。嗰個電箱咧係後面一邊，前面一個細嘅 unit， 我會 lap 佢，即係佢喺個圖裏邊。係個圖裏邊。我自己係好中意 art 嘅，即係我好中意抽象嘅嘢。中文字。正常嚟講咧，佢就係淨係燙咗一層白色嘅膠落去。聽到冇？明白。我的 design 呢，跟我的想法完全是一致的。想到什么，他马上就可以 get 到我的 idea。我得一个好像 F 又不是 F， 那究竟它是一个什么符号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啊，袋几日几夜的这个设计来的。所以到时这件衫出来呢，我觉得它又有双重的含义在里面。有智慧的人就看得出它究竟是带出什么东西了。对吧？